哎呦，我有弩枪了耶！我有拿弓的人吗？好像没有耶，好像没有拿弓的人。我没有拿弓的人，邪酷哦！阵营需要50出长才可以发动吗？不用啊，你等级到了，它就会发动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反正你装备了，它就自动发动，它是领袖光环，跟梦战天地姐不太一样。你不是要凑齐，是你有哪一些阵营角色，它自动帮你用光环。现在是这样子吗？单体麦莎总针刷了11个账号出科尔加克，没有其他 SS 啊，开局没有关系啊，不要再刷了，赶快开局，赶快开局，你已经，我觉得你已经可能损失蛮多东西了，我觉得啦，你可以赶快开局，没有关系。赶快开，开起来比较重要。随便的话自己加自己。有两个一样的史诗装备，要升星吗？还是给人装备？史诗装备吗？我建议你升星啊。其实那个什么东西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游戏的话，升星它给的数值不错，而且它升星只要吃同一把武器就可以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我会推荐升星。我推荐神行，真的推荐给你。原地站住。这边的话，直接感觉流石也莫特别了，太难受。哎呀，算，你觉得呢？弱智序号等级，快开。弱智序号，不得说，真的是还蛮白痴的，真的，那序号真的不行。序号真的是 no， 次は私の番。私の番，可以把它踢下去吗？能重逢踢。我不带有。不得不说，这游戏代理商好抠。我觉得他的福利，限定池，福利真的给的太少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真的是给太少，福利真的给太少，给到真的少到不行，真的不行，这样真的不行，真的很 no no。限定池抽到烈奥尼德，不知道怎么办，练起来啊！只是烈奥尼德真的是一直很需要手动脚程，你自动可能会很痛苦。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，我抽到它用了很久，发现一件事情，它自动真的超级超级超级。超级难用，自动真的超级难用啊！我不应该不来这边的，这边给他自己干就好。今天 up 提出双彩 up， 哇，你也太幸运了吧！双彩耶，我没听错，双彩。双彩耶，我要怎么办？我有哪里？直接普攻就好了。这边给奶妈收回来。我自己都惊到，只有科尔，现在需要出什么池吗？哄他一下。不用啊，你看我现在只抽了30抽，我也是开开心心还在这边，我还在开开心心的玩。ありがとう。次は私の番。我是不是跨等打怪啊？这几等的、啊，突然觉得他有点硬。没有耶，我跟他同等级。都是的。做球。PC。买石不是用。My card sad。你说你是香港人哦？我个人也香港其实也买得到买卡。
你们去找有买卡的商家，你们就买台湾的买卡的话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他关卡装备随机的。哪一个部分？补光就好了吧。建议出装备吗？我非常不建议哦，这个装备之后是可以刷的。公车也可以给我们刷啦，我不知道电那个什么公车有没有。主线送的宝箱没有吧？主线送的宝箱没有随机。我这个不敢确定。我刚刚第二张是拿到，我是拿到那个了。我是拿到那个弓箭。先解成就跟任务，成就跟任务解完再说，这个就不解，这个就不解，成就跟任务比较重要。就是一个这样。哦，就提醒我这件事情，我还以为大家都一样，我还以为大家都一样哎，我们都一样，这样子。钥匙没有角色能用的，很吃亏。赶快叫他放着啊，拆掉啊。真的啦，不急啦，那个就放着拆掉啊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我这边就奶妈跟着他走。次は私の番。直接踢过去吗？直接往前加个弓，这只角色其实不错的点是，它可以随便刷一个 buff 出来。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抠。次は私の番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抠，他给的，给的就是很抠。哎，拜拜，拜拜，安，转两圈。次は私の番。听说很干。听说很干，还好，还好，应该是说他体力给很少呢。他体力给很少哎，体力给很少叫干吗？不干吧，不干呐，一点都不干啊，体力给超少。这点大家同意吧？体力给超少哎，这个游戏不干啊，真的不干。还有限制你干。体力不够用，体力超少，干不打命运就莫东西打。之前梦战第一个礼拜体力打不完。有好有坏啊，体力耗得快有好处，体力耗得慢也有坏处，坏处多啊，看状况。哦，不能堆积汉堡，
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能堆积汉堡，这略为同意，这非常同意啊，非常之同意。升级回一点点，完全杯水车薪。他升级只给20，他推关卡给30，完完全全不知道怎么行。超痛！哦，沙夏，沙夏为什么我麦莎刷掉了？这没有什么技能。我是被这只咬，毛毛，你说主线打到第几关才能刷碎片？我忘了。一只14啊，一只14啊，这两只我现在打不赢，真的假的？有，我有感受到打不赢。在关照干嘛？击败所有敌人。到底是哪一只爆砍我？这个吗？不行呢、欸，没有麦渣，我觉得打不。从头来过。次は私の番。不要跟他一干。了解。猥琐一点。哦哦哦哦！你来的这么快，太突然了吧，这个人。抽到泽维尔，这只好吗？泽维尔好啊，高级版的风暴城，高级版。你没听错，高级版。
怀疑是被这个狮咬害的。哦哦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是那个狮咬的问题。好疼啊！可以分享玩到现在的心得吗？感觉巴哈很多人在骂。有，我今天会，因为我今天会有影片上架，我已经做好了十大避坑浓缩心得。哎，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转圈圈。ちょっと疲れただけ。当然这个时候有急救就很好，急救。我可能要累积耶，我觉得这手我下一回合留着好了，我要一个点。那个体力我要。我想问素材的高额奖励，那你需要怎么开？那个高额奖励的话，你要打你已经打过的关卡，你要打你已经打过的关卡，你不能说你只打一个关。Oh shit！ 我这天啊！太痛吧，把你电掉，气死我！生气耶！ありがとう。那。骑士被特属性打爆，败杀。红隼会用很久吗？上位板是谁？私に任せて。打打过的关卡。红隼会用很久吗？红隼的上位板就磕，就磕。还有那个加西亚也是，加西亚也是、啊、会用很久嘛？就是你有那两只，你可以练两只。那我是打算这个版本就平民玩家玩法这样子。最顶刺客，我有课，我也不会在那边跟你要红隼。哎，那这不好说，这个就不好说了。私に任せて。这关怎么那么难打、啊？要害我等一下剪影片可能很困难。咱们过来好了。我科尔和红一起用，太少角色。ありがとう。可以啊，一起用当然也没啥问题。Nicholas。Kill。一只十四。一只十七啦！我抽科尔池出伊南娜，我有抽到暗系的克。ありがとう。被杀死后会复活，会拉怪靠近打，我觉得蛮好用的。你觉得好用就好，对，你觉得好用就好。那一只角色我不看好它的原因是它会自残，虽然会复活啦，但它只是以自残为主。第二章。我在想说第二章只有二至十一，怎么那么少？次は私の番。
哇，是警戒技能呢。他不给我玩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没有跟他没关系，拜拜。哇，我刚刚麦克风不小心摔下去耶，麦克风测试正常吗？正常就好诶、欸。ありがとう。次は私の番。所以他这招是在准备，是不是？哦，看起来很痛。了解。一直躲，安安主播又来边玩边挂台了，感谢呀。哦，还有那个旱地了。私の番。そうね。タップタップ。有心。Code。Love。新 code 真的假的？来看一下。又有认真假的啦，请问翠大，我新手抽抽到哥洛利亚，那么再来建议抽哪一池或存石经验变公共经验，笑死！ありがとう。次は私の番。怒ったよ。我建议存石头。我建议存石头。我建议啊。看，我觉得警戒这个白色技能。我终于有斧头了呢！警戒哪里强？我不强啊，所以警戒的这一个。